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这一期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鞋子哦，大家先看一下，我已经打开过了，让你来看看。这个是一个真皮牛皮材质的一款小单鞋，它这个是弹力松紧带的，我觉得这个是懒人必备的。后跟的这个设计呢也挺好看的，大家看看做工，做工都挺整齐的哈。主要是我看他介绍特别柔软，然后舒适，真的是挺软的，等一下穿上讲应该很舒适的。这款鞋子很百搭，我现在把它穿上让大家看看效果。好，穿上脚的话我觉得还挺舒服的呢，因为今天穿的是一个阔腿的裤子，所以呢就这样的一个效果。我先到镜子这给大家看看。花126块钱买的真皮小单鞋总结来了，穿上脚很软很舒服，白色夏天穿很清新，做工细节都可以，春夏秋都可以�穿的，推荐指数3颗半星。今天测评的这款大家觉得值不值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讨论哦。有你想测的款式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哦。